哦，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，哇，好好看！这是啥？哎，等一下！哎，我的妈呀，我最害怕这个了！啊，这个是按摩鞋，什么意思啊？天哪，满脸灰，待会儿面粉。最后一个游戏任务是传递面粉，大家需要穿上节目组准备的拖鞋，一个接一个接力传递面粉，最后将面粉倒入量桶里面，量要达到350毫升才算成功，全程只能用嘴巴咬着容器，限时90秒，谁稳一点负责倒这个。我没玩过这个，所以不知道，咱们试一下呗。那大家可以把鞋穿上吧。我正好穿这鞋啊，我好怕这个，痛吗？我也怕这个玩意儿。啊啊！就是逃不掉的痛啊啊！站都站不稳。哇哇！好痛啊！这玩意儿怎有窍门吗？哦，我知道窍门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嗯、窍门是什么？窍门什么？你讲讲。对不起啊，按个儿站，按个儿站，按个儿站。按个儿站，对不起。啊，就是高的，然后给矮的给。哦。因为高的往矮的运。对。来，90秒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咚。快点，快点。用手放呀，用手放呀，多弄点。哎呀，省事儿。第一个用了80秒。你会不会啊？用手。砍。砍下去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一点儿没有。这个纸太软了。来了。来了，别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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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稳住大家。哎妈 ！Oh no！ 来，时间到啊！时间到。这不是故意的，高传递其实挺不好的。我都能包饺子了，都嘴。贾玲跑过来说：“都埋汰了。”哎呦，我当吃早饭了。不是，你这个有点太那啥，我一掉进去你就掉下来了。搭的是不是？这样，我们一人含两片。两片能好点哈。这样啊，第二轮我不穿鞋了，大家可以换一下顺序。我第一个，我第三个，来吧，来啊，我们就只有90秒啊，这个我们团队测试可是成功的。各位，别吹，我们还穿着这个成功了。你们团队都不笑的吗？我们不笑。好严肃的一个游戏哦，来吧，来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啊，速度快点。哈，哈，哈！哇！哎！咚！Oh no！
们速度提起来好不好？稳住稳住，还有十秒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等一下，怎么那么紧啊？怎么这么少？对啊，晨晨你。我们这么多呀，弟弟，全在外面。350，差好远哦。就咱们俩，你看看咱们俩，头发都白了。